好，兩位呢邊唔該。为什么？可能眼看出事吧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巧了。这个，但是这个律师跟之前的那个有一点不一样了。当然，就是他身边的感情性肯定是不一样。他有个老婆是陈伟，对吗？另外，他也有一个初恋的情人，所以他在感情方面是比较有一点迷惘的。这是我觉得挺大的挑战的，因为虽然他两个角色形象不是很一样的，但是他们当中会对调这个身份，所以是要演起来又很清楚我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，难免的，肯定是有的。所以就拍戏拍什么戏他都会支持的。会投，你就攞张剧本翻去讨论下，即系关心下对方嘅工作。平常都有关心一下，就是看到我们剧情有什么比较搞笑的，什么都会问一下。所以要不要他试位一下？一些不是需不需要？喺戏里边。这个比较就是在这个戏里面，因为马神是一个人分两个角色嘛，所以是一个这当中有一个是我的老公的跟我的关系会比较平淡，大家平淡一点。但是当他是演我初恋情人的时候，就会很多很花心思，一些关心我的一些小动作啊，就甜蜜很多了，甜蜜感会浓很多。